州、巴西一带啦，有啦，这一大片的火场又起来了，从十月一号一直到现在，它是记录到三号，那火点数总计呢已经有15597个火场，不知要吞噬多少森林。很期待人人要用心，虔诚的心灵的那一份的甘露水，滴滴的水来灭掉了天地人间给我们人的一种警性教义。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意念这个欲念无明赶快要停一下，看一看，反省一下，忏悔爱甲天地叫唔敢啦，那静下来啦，人与人之间调和一下，彼此感恩